欢迎大家进入交通运输工程英语翻译课程。今天我们将学习交通公式语的翻译。在这一章节，我们将了解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有关交通领域的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我们还将分析交通公式语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相应的改进办法，总结交通公式语翻译的一般原则和主要方法。 首先，让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这是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标准，其中规定了翻译服务译文质量的基本要求、特殊要求、其他要求、译文质量评定和检测方法等。本标准适用于笔译服务。本标准对于译文质量的基本要求是：一、忠实原文，即能。 完整、准确地表达原文信息，无核心语义差错；二、术语统一，即术语符合目标语言的行业专业通用标准或习惯，并前后一致；三、行文通顺，即符合目标语言文字规范和表达习惯，行文清晰易懂。除此以外，本标准在数字表达、专用名词、计量单位。 符号、缩写词和译文编排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要求。显而易见，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交通公式的翻译也应该符合这些要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又提出了哪些规范要求。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系列国家标准。 在这一系列标准中，共计三千五百项规范译文，包括了交通、旅游、文娱、体育、教育、医疗卫生、邮政、电信、餐饮、住宿、商业、金融等十三个服务领域英文译写的原则、方法和要求。让我们来具体了解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第一部分通则部分的内容。 这一部分明确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的原则是：合法性、规范性、服务性、文明性。如安全线应译作 “yellow line” or “red line”；油漆未干应译作 “wet paint”；老弱病残孕专座应译作 “priority seating” or “courtesy seat”。其中 “seat” 应视情况选用单词的。 复数或单数形式，消防逃生通道应译作 fire escape，而消防通道则应译作 fire lane。让我们再来看一组易写规范中给出的实例：电梯 elevator or lift，扶梯或者自动扶梯 escalator，观光,光电梯 sightseeing or observation elevator or lift，贵宾电梯。 VIP only or VIP elevator or lift，员工电梯；staff only or staff elevator or lift，货梯；freight elevator or lift，楼梯或者步行梯；stairs。现在我们来学习易写规范中提出的易写方法和要求。对于场所和机构名称，通则指出，场所和机构名称应区分专名、通名。 修饰或限定成分，分别使用汉语拼音和英文进行拼写或翻译。对于专名，一般使用汉语拼音拼写，如同仁医院（同仁 Hospital）。来源于英文的专名直接使用原文，如希尔顿酒店 （Hilton Hotel）。有实际含义并需要向服务对象特别说明其含义的专名，可使用英文翻译，如因藏有玉佛而得名的上海玉佛寺，译作。 Jade Buddha Temple。通名一般使用英文翻译，如华联超市，华联 Supermarket。当专名是单音节时，其通名部分可视作专名的一部分，先与专名一起用汉语拼音拼写，然后用英文重复翻译，如豫园译作豫园 Garden。通名在原文中省略的，应是情况补译，如梅园村。 这一饭店名应该译作“梅园村 Restaurant”。结合以上学习，请大家思考以下旅游地名应该如何翻译呢？好的，现在我们继续学习公共场所英文译写规范的其他内容。对于公共服务信息，译写要求的总则是：公共服务信息应该使用英文翻译，并对功能设施信息、警告警示信息。 限令禁止信息、提示指示信息、说明提示信息规定了具体的意一些要求，比如对于功能设施信息翻译时，应区分功能设施信息的不同使用场合，从而采取不同的译法。如残障人士专用设施，在标示其残障人士专用的功能时，可译作 disabled-only，如图一所示。在指示其所处方位时，则应采用。 accessible 加设施名的译写方法，如图二所示。标有阿拉伯数字的功能设施，采用设施名加阿拉伯数字的译写方法，如二号看台、三号登机口，分别译作 Platform Two、Gate Three。对于一般性警示事项，通则认为应当译作 Mind、Or Watch or be、Or Beware，如“当心碰头”译作 Mind Your Head。 注意脚下，担心踏空，担心台阶，译作 “watch your step”。可能导致重大人身伤害，需要突出警示的警告事项，使用 “caution” 翻译，如“小心烫伤”，译作 “caution hot water”。直接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警告事项，使用 “warning” 或 “danger” 翻译，如“当心触电”，译作。 Danger, high voltage。指示指令信息一般使用祈使句或短语翻译，如“小草有生命，君子足留情”，译作 “Keep off the grass”。非强制性指示提醒事项，为使语气委婉，可以使用 “please” 引导，如“请节约用水 ”，Please conserve water。要求。 指令性事项可以译出指令的内容为主，如旅客通道保持通畅。在这一提示中，保持畅通必须译出，旅客通道则可不必译出。直接关系生命财产安全、指示强令指示的事项可以用 “must” 翻译，如必须戴安全帽，“head protection must be worn” r a l l personnel must wear a hard hat”。 劝阻性事项译作 please do not，or thank you for not doing，如请勿吸烟，thank you for not smoking。禁止性事项译作 do not or not doing，or something not allowed，如禁止吸烟译作 no smoking or smoking is not allowed。 直接关系生命财产安全、严令禁止的事项，可以译作 “forbidden” 或 “prohibited”。如严禁携带烟花爆竹，“fireworks prohibited”。刚才我们了解了公共服务信息的具体一些要求，现在我们来了解这些信息的书写要求吧。首先是关于书写的总要求，及公共服务领域中。 场所和机构名称、公共服务信息的英文书写应符合英语国家公共标志中的书写规范和使用习惯。具体来说，短语、短句中的字母全部大写，或所有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如“不准停车，只可上下旅客”。写作 “Drop off and pick up only” 或 “Drop off, pick up only”。 长句中第一个单词，所有实义词，四个或四个以上字母组成的虚词，换行以后的行首词的首字母大写，如“请随手关灯”，写作 “Turn off lights before you leave”。需要特别强势的警示性、提示性读词句，字母全部大写，如“禁止通行”，写作。 Stop，由警示语和警示内容两部分组成的语句，警示语字母全部大写，如图所示：水深危险，Danger，Deep Water。使用连字符连接两个单词的时候，连字符后如果是实词，则首字母大写；如果是虚词，则首字母小写。如送货上门，写作。 door to door delivery 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書寫簡短信息時一般不使用標點符號,但長句結尾處可用句號。分句或平行短語之間應使用逗號,如原進懈代,宜然,一報,有毒物等危禁品。寫作:flammable, explosive, poisonous and other illegal articles strictly prohibited 需要加以警示、强调时，可使用感叹号。在了解了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和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第一部分总则之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英文译写规范的第二部分——交通部分。在这一部分，规定了交通服务领域英文翻译和书写的相关术语和定义、译写方法和要求、书写要求等。 本部分适用于道路交通信息、公共交通信息的英文译写。下面我们就来逐一了解这一部分提出的翻译方法和要求。对于道路交通信息中的地名、交通标志中的道路交通设施名称的译写，应符合国标五六七八点二杠二零零九中三点七点一的要求，以及国标幺七七三三的规定。 对于服务中需要用英文对道路设施的功能、性质等予以解释的，高速公路译作 expressway，公路译作 highway，道路译作 road，高架道路译作 elevated road，环路译作 ring road，国道、省道、县道用英文解释时分别译作 national highway、provincial highway、county highway。 但在指示具体道路时，分别用 G 加阿拉伯数字编号、S 加阿拉伯数字编号、X 加阿拉伯数字编号的方式标示，如三幺二国道标示为 G three one two。英文译写规范的第二部分交通，还以表格形式列举了一些常用功能设施信息的英文译法，如支路 access road。 辅路 （side road）、主干路 （arterial road）、次干路 （sub arterial road）、收费公路 （toll road）、桥梁 （bridge）、高架桥 （overpass or viaduct）、立交桥 （flyover or highway interchange）、环岛或者环形交叉口 （roundabout）。对于预告性的警示、警告。 说明提示信息，一些规范规定了要用 “ahead” 标明，如前方学校 “school ahead”，道路不平 “rough road ahead”，禁止停车应区分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译法。如果是禁止长时停车，即可以临时停靠让乘客上下车或专线货物，译作 “no parking”；如果是禁止临时停车停留，译作 “no stopping”。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对于公共交通信息的翻译方法和要求。飞机场、火车站、轮船码头或者港口名称用作地名时，应符合国标 T 三零二四零点一至二零一三中四点一点三的相关要求。对外服务中需要用英语予以解释的，飞机场译作 airport，火车站译作 railway station。 大型港口译作 port，客运码头、轮渡站译作 ferry terminal or pier，货运码头译作 wharf，装卸码头译作 loading or unloading dock。飞机场内的航站楼译作 terminal。同一机场内有多座航站楼的，用 terminal 加阿拉伯数字的方式译写，如四号航站楼译作 terminal four。 简写 T4。飞机航班号、列车车次、轮船班次的译写，根据行业标准或惯例执行。轨道交通路线译作 line，具体线路用 line 加阿拉伯数字的方式译写。公共汽车线路译作 bus route，指称具体公交线路时，route 可省略，直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如公交二二三路译作 bus。 two to three。公共交通站点译作 station，公共汽车始发站和终点站译作 terminal or station，公共汽车沿途站点译作 stop。关于语法和格式方面，一些规范规定了：用交通工具指称乘车点或停车点方位的标识，应用复数而不用单数，如 buses、taxis、coaches、trucks。 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